跑几多？跑几多啦？太方便了，我的天！方便鼓励啊！这种五颜六色的东西，你给我丢！Hello everybody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听我的声音粗粗沙哑，这样就知道我刚睡醒罢了。然后脸又肿肿，这样还没有笑肿。今天起得很早，因为要做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改造我的房间，不是房子，改造我的房子，不是房间，就是我整间家，因为我家是 duplex 的，就是有两层。还有就是开箱一些我的 sis 为了改造我的房子买的东西，已经送来我的家了，也就是这边 tunnel。然后我昨天已经自己先整理了我的房子，就是整间。丢一些没有用到的啊，或者是该丢的啊，或者放在那边很久的啊，或者过期了的东西。我的家真是太多垃圾废物，因为实在太久没有整理了，然后所以就这次想说来一个大改造。为什么会有这大改造呢？就是我上个月跟我的亲戚就有聊天说，不用讲什么我要搬家，然后他就想，怎么你要搬家？你的家很美啊，你的家很好改造好吗？所以他就说帮我改造，帮我设计，然后是否我的生日礼物。然后我就好像不错这个 idea， 我就可以拍个影片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实行了这个计划，所以他就订了一堆东西来。今天就是要来开始改造我的房间，就是一个大改造，我也是不懂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也是很期待呀，但是会很累。耶，我的 sis 来了，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改造我的房子，然后就是要拆完这些东西。对，超级乱，我也不想了。太方便，我的天，方便鼓励啊！我不想了。手纸袋，我的天哪！因为我很喜欢手纸袋，我有手纸袋的习惯。OK， 我们现在不会动这个沙发套，然后他求救，在逃跑求救，怎么这个人？从咖啡里面出来的垃圾，这有多肮脏啊！怎样？什么感觉？我不要。什么感觉？我知道你是另外一种姿势。那我的耳环姿势，我的手势，就是那么多，全部是戒指。首先呢，要怎样？先把那个画，然后放在这边先，这种是要清掉先。OK。对啊，我们就先开始这个话题。刚才他已经是很无言，不要这样开始了，真是乱的，够力哦。这需要吗？丢。这种五颜六色的东西，你给我丢。好的，老板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们今天应该就七七八八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谢谢 Stella 送我的这个纸巾，这个是 Osmanthus 乌龙 tea， 然后它的是我的这个是 Red Bean Fresh Milk， 它讲很好喝，超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很成功，
我觉得很成功啦，大改造到很成功，超级成功，我自己都很满意。真的，等下你们，等下你们去看那个 after。Yes， 你们已经找到了。The next day。嘿，这就是我的窗帘，这窗帘呢是会用挂那个狗狗的，这个只需要粘上去就好。然后我很长嘛，我想要分成两片，这样子就可以有时候挂起来，有时候绑起来。就这样，我们现在把它粘起来吧。终于完成我的房子改造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装修还是大改变，只是买一些 loose furniture， 然后把它弄得比较整齐，不会像以前这么乱。 So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影片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， 然后 subscribe， 按小铃铛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